杀业债主，看到没有？啊，再来一个就是动物灵，因为咱辛苦拢有啊。我假财那有，假财更加爱对你，因为你对动物有爱心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各位，他祈求你身上的光啊、功德啊，那各位你就至少我认为每次法会你最好都写一份你的冤亲啊，就在法号拢给你问候，你免好啊，我替你好，你就打勾的，看你爱做这个。你要相信啊，所以我都是这样。我请他们中心要摆一个水啊、米啊，那个坑里头，你对他慈悲心，他不会干扰你啊。还是说，各位你写好，你参加法会，那几天也在可以印。我希望下回一个几人不落，连几百张、两百张，好不好啊？你还逼我呢？较鸡婆，你有我替你写，你有，我辛苦拢砸鬼他，这是我的机票，那我会帮他打勾。这方面有。供水啊，供灯，这个你如果这个人很严重，你最好帮他供一下。供水你自己在家里供啊，一瓶矿泉水五六块，才都六七杯啊。你说我帮你供七杯水，对不对？然后灯，两个钟头的那个灯两三块，你自己买来供，这样就好了。那你要请我们中心做也可以了啊，但是这个是代工，这个绝对没有加一毛钱，就不能这么做啊。然后，但是我是怕很多人都不会做，那就只好我做。啊，我想龟缸做，海涛法师跟人家要钱，那个啰嗦龟缸，就有一点麻烦啊。但是我还是会替他做。我每次写完，我回去都还写一张，我再替他做，默默行善啊。那我也有很大的功德，所以那各位你就自己填，特别破病你一定要帮他做。你觉得他最近读书读得不好，睡觉不好？你都要帮他写，那一定不搞哎！啊，各位，你到我们这几天会印很多，因为有一个菩萨发心，师父印多少台北吧，说他要出钱，今后呢12000块可以印6万张啊，那什么问题，对不对？那就是印多一点，跟人家结缘，然后我们法会那么多，那就给他做桥头。所以各位，你来讲破病，从我同讲破病。我只要我做医的所在，我拢黑死命呢。为什么海涛法师今晚拢免惊？就是惊破病。我破病，恁会烦恼呢？我袂安怎？啊，恁拢袂烦恼，就算了吧。但是阮老母会足烦恼呢。啊，阮老母绝对无法度接受我破病，我嫁嘛嫁到就用了呢。啊，但是我呢，我这次都是大病化小。啊，我很少。太重了，一下一下就过了，啊！像我这两天去检查肺部，嗨啦，可能他这个癌细胞有没有啊？然后他们什么核磁共疗，医生还是不放心，我一点都没给我给救，别别别别，核磁共振听说也是伤身体的，啊！那就不好多啊，叫我一定要去啊，他一定要去说，隔天给你报告，啊，拖这刚也没给我报告，到底是严重还是没代志啊？所以。但是后来我问一下，光师傅来请那个小医生帮你看过没问题的，但是要大医生要印证才跟你讲，所以我现在不能跟你讲。我说你跟我讲没事就好了。但是人都是会怕生病，你惊不好，还不如帮助别人。我敢当不？你要开店要赚钱，定去帮助山下人、老人医，那为什么？啊，你只有关心的话，就这么简单。啊，就你以关心别人来消除自己的恶业。那佛教也是教我们这样，那么希望往生者超度，伊的痛苦，啊，你就从伊的痛苦去帮助别人的痛苦，啊，伊就得到功德啊，就这么简单。啊，不管在哪一方面，再来，小孩子静不下来，学习不佳，有什么方法让他心定下来？我不知道是不是小孩子来打电动玩具啊，看电视啊，那基本上最好的方法就是打坐。那打坐如果不行，就是抄经。你还要练习静下来，静下来抄经。但是你要跟他谈条件。如果你跟他，你给小朋友就是喜欢，你要跟他谈条件。你俩你走，我都被卡达笑你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这样做，我就买什么你喜欢的，那他就会静下来。那佛陀教我们要这样啊，然后他就有静的机会，静的机会。但是现在的社会真的很难，因为自从有手机、有简讯，很难啊。所以我想，偶尔你还是要花时间陪陪他去静的地方，
静的地方，荒郊野外，没有简讯的，没有手机的地方，学习各种静的方法。静的方法，拔草也是个静的方法，就是很专心吧。扫地、打坐，你就练习练习。我看培养小孩，你可能要花很多很多时间。我们不能光要求效果，不重那个因，可能要花一点时间。当然，求佛菩萨加持，你也在供七盏灯，叠佛菩萨面前，那祈求这个小孩子得到好姻缘，好老师、好同学、好姻缘。啊，再来就是印佛经，或是帮小孩子送课本给那些读书的人、读佛经的人，这也是静的方法。你让别人安静，再回向你的小孩子，但是尽力而为，但是因上努力，果上随缘。我们不能要求说一定要达到怎么样。好，最后两个我就讲完了。持咒诵经学佛，身体反应刺痛、手肿痛，检查没有病，请问这是什么病？业障病。你咧念经，啊，你也完全在做无超度掉，哎，就给你救济、救济、救济安尼。啊，所以那你要写牌位啊，造成身体哪一部位肿痛的业力债主，动物亡灵都有可能吧？你都写一下，就算没写，记得回向给他。啊，我今日先替你供香供水，也回向给你。你我共存，咱斗阵读经啊，我汤你嘛丢会丢安尼啊。啊，那我想，如果是业障也消除了，如果是鬼神，你跟他同享功德，这样回向给他。但是如果我认为一个人有痛，像我刚刚我真好运，那天有一位台北一位菩萨，听讲伊无法度走路，那我就帮他问一下，他说有动物灵，那不我嘛也要下。反正我都会帮他两张都写多多益善，对，我只是说先帮他写好了，我会帮他填一些功德。一下子看到了，师傅太厉害了，现在马上不痛，不是我厉害，因为你是我的实验品。哇，那真好用，哇，那真好用啊！因为这个代表，那我真的是冤亲债主，冤亲债主马上他就，你欠伊物件功德，你好意爱就走啊，是不是？啊，那业障可能要一段时间了。那冤亲债主是马上有反应的。那我越来越有信心，所以我现在就鼓励各位，你来面去问啊，啊，你都反正记住，你就下回拿多练，一怎么样你就写一下。再来，我也很希望你在读经，你在修行，你家己冤亲债主爱啃个饼啊，哎，我想说读好你，那我给你啃一杯水，啃一个面包，我。哦，安娜达，你对我真好，那我可能找你麻烦。但是光对你还不够，后来写到什么，你所关心的爸爸妈妈都给他写好，那我再读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读到最后，希望各位放这一张，六道众生一起来吧，对不对？从自己到亲人，由亲人到世界到法界，但是你千万不要，所以我都提起丢，所以我老爸摆位我都不爱坑，你就不好。你以对你爸爸的慈悲，或是孝顺，或报恩，而透过他去对待世界，这样呢？你千万不能跳过去。我就回向给众生，问题是你老母也无得着啊。所以我永远讲一句话：如果我出家了，我爸爸妈妈跟朋友在讲话，说我这个儿子不孝顺，我就失败了。虽然我没办法天天陪他们，但是在礼数上面，该做的我都做到100分，我都做到100分。然后我们爸爸妈妈就想说：“哎呀，多高到底比较暖和呢？”因为他至少觉得我做，因为我的所谓慈悲是透过我爸爸妈妈，然后再对外面的。啊，就是哪一天更加严重的冤亲债主，各位，你超度众生，你不能排斥他，你要把他人格化，一起跟他一起一个，你边这人，你边那人家都要给你抬，你妈也给伊欢喜啊，给伊忏悔啊，给伊欢喜啊，我去洗经。我有两个情债主，所以我会有一点感情困扰，不是我去爱人，你们供不丢，是别人会来干扰我，所以我就有一点这种困扰。那是因为我这个情债主，后来我超度很久，超度不了，我的想法就是，啊，给你超度，我来给你做功德，给你超度，超度没惊。你说师父，你连眼睛都不看人家一眼，怪不得你眼睛一直老把晒啊。
我就一样，我那七百户呢，一百户。你以前就是眼睛看也不看人家一眼，啊，那你现在要超度他，你总要跟他好好的讲几句好话嘛。所以我就说，哦，那我就跪下来，我跟他忏悔，这样好了。那你不去西方极乐世界，东方可以结婚呐、啊。那黄金铺地啊，我观想两朵金色莲花，嗡啊嗡，嗡啊嗡，然后你就坐在莲花，你先去东方。将来如果投胎做人呐、啊，一个做我姐姐，一个做我妹妹，对不对？我永远跟你们在一起。安尼拢欢喜啊呢，安尼佫无搞。我要拿两条檀香念珠送给你们，阿别搞我像，别搞修皮别晒。我替你送给高贵的比丘尼，功德回向给你，永远带在你身上。阿个个退拱灰，我拢准备好啊，该恭候。给我打电话，我突然变成心情很好，我就知道应该超度了。那个感受不一样，奇怪，就是那个心情就是不一样。就看他想要离婚，无多离婚，就怕离了，你看落快落快的了。反正这，哎呀，心情很舒服。那我当然那个菩萨，我还是问他说：“师父，嘿，终于超度了，阿弥陀佛啊！”但是不是超度就算了，继续回向。因为都刚个毕明个照等来。后来等我度了以后，那我就问那一位师姐说：“我现在可不可以问一问，当初他们两个怎么死的？然后为什么这么缠我，这么恨我？”啊，师父。为你自杀不甘愿而死，阿弥陀佛，这个严重啊！查某人为你自杀死，这个就不好处理啊！搞不好是我们错，又不是他错啊！所以我是讲，每个人在超度冤亲债主的过程，你要自己有体验。当你有体验的时候，你那种身体的感觉不一样哦，哎，病一下都没去，一点痛都没有。五十岁变二五岁，安尼讲我无，八十岁讲变三十岁，迄种的轻松，迄种你的器官的轻松，安尼啦，啊，然后那种感情的快乐，那种精神变成很好。有些鬼缠着你，你就昏昏欲睡，天天都在睡觉，事情想不清楚，因为他有各种的障碍的方法。所以我从我妈妈身上就看到那种郁郁寡欢、痛苦、吃不落、困不起啊，那个吸不起的那种，因为他心的问题啊，所以这种心魔要超度，你要最好最好的方法来发菩提心啊。但是大家可以了解下面叫做发菩提心，别那真正去帮助对方。那发菩提心就是对方都是咱的老母叫发度。对方就是咱的老爸，对方是咱的亲媳妇。像我现在超度堕胎胎儿，很好超度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有一个堕胎胎儿，所以我真的很认真。啊，我还有两个弟弟，我妈妈堕胎，我也很认真。啊，我跟我妈妈说，不是你超度，是我超度。你只要忏悔啊，你都会。啊，但是我很认真，我认真到知道他们有一点超度了，那我以这个方法来对待所有堕胎胎儿，就很好做处理了。你给你救那么多牛，你还没在吃牛吧、啊、所以你去超度牛了就简单了，就很容易，因为他牛他就会了解你，鬼神有他心痛，部分的他心痛。好、啊、今天有很多各位要扎回去。然后呢，第一本是佛说素食经，我都画好重点，抱歉没时间看说你给。还有一个大随求陀罗尼经，那还有各位现在拿了这几张，还有不丹的藏香，还有鱼仔饲料，麻烦各位去饲鱼啊，好不好啊？到处海啊、河啊，还有六个咒语，各位带着啊。然后呢，义工菩萨现在可以发好。电视台的存在，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。